你在喝什么茶？这么香的。我在喝栀子茶，对这个身体很好。哎，栀子茶好像不能长期喝哦，因为最近有新闻说有个男子长期喝了，差点的肠道坏死啊。啊，这么可怕啊！茶不是对身体好的吗？还是留守待会的活力就要站让专家为我们揭晓吧。